那在这一个时间的部分的话，我希望各位可以勇敢地提出你们的疑问，勇敢地提出你们的疑问，希望大家保持轻松的一个心情，然后放轻松来上这一堂课的那个 Nikki 啊，还有小凤啊，还有我们其实这一次活动应该说用心用力最多的是我们后面那个所谓的小小妹哈，小雨学姐讲一下哈，它包含就是说你使用的相机你怎么去使用啊，你要选一台适合自己的相机哈，啊不用太贵它也不用太好，适合自己用够用就好了，真的器材没办法取决于一切哈，真正拍能够拍出好作品其实要拍没有，我们如果是比如说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我们要出去拍，那我们三个就会先讲好，因为这次对我们三个就先讲好我要拍怎样的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吗？讲好之后再跟妈妈讲说我要的感觉是怎么样，那所以你这三个人是有共识的，你不能这三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那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可能你要拍快乐的，你是要拍忧郁的，那就会打击外拍前就是说先沟通好，拍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故事，对，这样会比较好。不会纠结就是说今天明天他出来，今天他出来，今天就其实也还好，其实也还好。那当然就是说你第一次拍跟你拍很多次的效果就是不一样，那是难免。每一次他都需要跟他们去配合。我们都会跟他们稍微check一下。那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些东西跟你就不符，就把它删掉。我这几年我很少拍那种非常有故事性的，我都是去到处旅行，带着 model 到处去旅行，然后到处拍这样，那所以呈现出来又比较轻松，比较自然的感觉，是这样。不同吗？哎，像台湾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摄影师，他们就玩的就是很主题的东西，他可能是拍一朵玫瑰啊，还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跟爱情有关系的一些主题。对啊，有一个主题去拍，对，要搞笑。当你没有什么主题的时候，你就是不晓得，甚至连妈都你导都不知道，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是镜头的关系。镜头太好了，所以拍不出来。你要选那种很老、比较老旧的镜头，比较早期出的那种镜头，它的收光效果不好，就会有逆那个耀光。我们说耀光，那其实有很多台湾很多摄影师是觉得，你只要拍出耀光那一张照片就是失败。可是我都是看画面的感觉，我要有很阳光的感觉，就是需要那种光线出来呈现。对，有耀光没耀光会差很多。所以有时候就是想拍耀光，可是就是怕这边镜头的关系。那要不然就是你要。正对着太阳光，对着太阳光，正对着太阳光。有时候你可以从你的观景窗里面看得出来有没有要有光线。因为它观景窗它就有好像光线这样，有时候拍出来就是那这样可能是镜头闪光速度有到那么大，说可以打到天空上面，然后还跳得回来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哈。除非你在比较上面的地方加一个反光板哈，加一个反光板，跳那个反光板再弹下来，这样子是 OK 的。其实不管任何的创作哈，包含你写诗、做音乐啊哈，画画各方面，其实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哈。摄影师本身来讲的话，一定要有一些想法存在哈。那 model 的引导的话，我习惯把 model 当成演员，这再重复一次哈，我习惯把 model 当成演员。让他自己下去演，然后我只负责在旁边偷拍啊，我就变成那个狗仔啊，狗仔各位知道吗？啊，知道哈。我们用偷拍的方式，可以，你可以抓到你最漂亮，然后最自然、最轻松的那种画面存在。那我曾经遇过一个 model 是这样子哈，我讲完之后，他做的动作是这样子。
我也挺难等的，有时候会有这个干过去的。OK，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相同的话我问他，我说，哎，不好意思，请问你等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这个样子好棒哎，出我意料之外。然后他跟我讲说，哎，没有啊，他不是要摆姿势吗？我说，我不需要你摆这种姿势，我只需要你把你等人的时候的情况呈现出来，这样子就好了。那像刚刚的那种姿势，我统称为说很油条哈。那很多妈都在参加一般的那种外拍网站久了之后，他们会很有这种职业的所谓的职业动作了哈，他们不知不觉职业动作就会跑出来了。那其实像这种画面都不是我要的，其实这种画面感觉跟我等待一点相关都没有哈，所以我马上跟他做调整，我请他把他以前的东西统统忘掉哈。那就很自然而然的去做他，去等他男朋友，然后他男朋友迟到他也不来的那种感觉。那后来我们拍的画面就很漂亮哈，也很自然哈。所以各位，这个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这个画面一定要广角去拍，一定要望远镜头去拍。这个感觉一定要弄大光圈，一定要弄缩光圈去拍。我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个人来讲的话，在我在玩摄影这一条路上面，没有以前有一定这两个字，现在没有一定这两个字。以前我刚新手学习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一定，那是因为我的前辈告诉我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我后来串了很多东西之后，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东西通通要一定。所以摄影真的不要有太多的一定，当你有很多的一定的时候，摄影就不好玩了。